小伙，什么情况？你这个就擅自离家才能发放。我要买家，你的你那是不是还在这下面？吃别人家的李子，对不对？你这不是还在这下面吗？你吃了，我说你看。姐姐，你看这个。你好，你好，这怎么回事呀？这。听俺是那个是吃人家就不那么这么吃，俺罚款，俺不要点，俺不让他。你是那什么的阿先说，今年嘛真的是拉倒他，怎么这地呀？我们的那个是那个就是干了倒几张。老乡，你来，你过来批评你啊！啊，怎么了？你看嘛，他跟我说啊，这个晒字离家那个者要罚款100元嘛，但是我又没摘，你看他的李子不认识，好的在下面，然后他在这里无理取闹，他说我摘了，这个摘了好像是没摘，但是你也没了的嘛，这我没摘呀，他不是说他是说的是晒字离家摘了才罚款，但是我没摘呀，你看嘛，我大漂亮，这你家不是种的油吗？这怎么吃这姐姐家的呢？这我就想吃呀，你想吃？对，这吃两口就够了噻，那么多你看。没有，全部被你糟蹋坏了，哦、这真的是，那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姐姐，那个、那个是喜鹊啊，不好意思，就是今天我跟姐姐到山里面背柴，然后觉得她今天没有吃饭，可能有点饿了。哎，有点饿了，你妈真的这样的，请你们出去，我们的，你妈真的。我家里面也有很多梨的，要不我摘一筐来给你吧？那给你们这一笔钱可不？我第二次一笔款罚款的这呢，我一笔不是可不领多。这一批东西我吃都吃不完，你看，买都买不完，你看。那个，怎么这？那阿姨，你在这等我一下吧，我回去拿现金给你。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要给他现金？我都没加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大漂亮。我又没加，他说的是加了才给钱呢。我又没加，他的李子不是好好的吗？李子是好，李子你确定是好好的吗？不是姐姐家的。李子好呢，好呢，那不是还长到树上吗？这样吧，姐姐，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是他们俩的哥哥，然后那个李子就摘了就要罚那个100，对不对？那个可以，小虎你也不用回去拿了，就我现在不用点，我又没有摘下来，来谢谢吧。那个这就实在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没事，对不起啊。那那好，麻烦你了，谢。没事，我现在你不要点，赔嘛。我又没有摘下，你为什么要拿我的钱？那个都是在结婚了，天，你姑姑嘛，我不跟你出去的。你刚刚不点我办的就我又没摘，你这啊，你姑姑嘛，刚刚不跟我。那你去忙吧，阿姨啊。那对不起啊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阿姨。哎，没事。为什么要给他钱？我又没加他的，你这不是还是好好的在这上面吗？我想。你是故意想钻这个人家这个招牌的漏洞啊？你是没摘呀？对，没摘，你不能这么一祸害呀。还在上面，你为什么要给他钱嘛？没事，走，那你的错啊，道歉就好了啊。走，那小伙，你背这么大一捆柴，你从哪里背回来的？从上面。哎呀呀呀呀呀！这，行，要我来帮忙，我来。没事，那我们先回去吧。那可以，那背得动吗？背得动。哦，好，那快走，慢点啊，小伙，来，等一下，我后面拉一下，太滑了。好，哎，累坏了吧，小伙？要不停下来，我来背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没事，习惯了。啊，那行。哥，今天又麻烦你了。麻烦我什么？都怪姐姐，我等下到家了，我把钱拿给你吧。不用，那点钱，不用，没事啊，没事的。哎呀，这要不我来吧，这我看着你挺累的，行不行？没事，我觉得这个不重。不重啊、这柴怎么都是干的呢？这？哦，这个柴是去年我们砍了放在山里面的，然后现在干了就背回去。哦，干了就背回去，对不对？对。确实，山在山里面，然后干了就可以。行，那快点吧，快点啊！对了，哥哥啊，你这段时间都去哪儿呀？好久没看到你了。我对不对？我那个市里面有几个店开业，然后过去忙了几天，哎，确实很久没见了啊。是啊，差不多5-6天。对，一日不见，时隔三秋啊，小郭。真的很久没见了，我看一下，我认真看一下来。哎，还是漂亮了吗？这。哎呀，下次走快一点，饿都饿死了，真的是。不，怎么？你又饿了？对。你刚吃了人家那么多梨，还饿呀？那个梨啊，啊，就是只是垫垫肚子而已。垫垫肚子。对。好，来走旁边。你你妈的地！好，你要下车了。你说什么？那个，他说滴你妈呢。没有、他说的就是他说的，对，小伙，停，慢点，你背着你。哥，我们去拦一下吧。我觉得不用，我觉得你姐这样的人啊，天天欺负你，知道不？我们也不好上手。
他这样的人就是用专门的这种人来治他才行。他的动作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好好好，哎哎哎，可以了，他没说，他没说。啊，好好。你帮我。那个，你没事吧，大漂亮？没事。从小就欺负我，他就是我们这里面的崔霸、哦，但是他也没输，我也没赢。他也没输，你也没赢，对不对？你看嘛，我就叫你，就是路边，你刚刚就骂人，不能骂人，知道不？都没什么事，你也有怕的人呐。哼，我打不过他，我不信我还打不过他家的林。你又干嘛？干嘛？你又干嘛？不，你要干嘛？小伙，你先把这个放着，这大漂亮要搞事情，让他放着。哎，大漂亮，你要干嘛去？哎，你干嘛呢？我，哎呀，扔下了林，扔下了林，哎，你干嘛呢？大漂亮，哎，你干嘛呢？你打人家了，你来，上来，先上。欺负我就不让他吃脸。哎，你不要打到我们。好，行，好了。还有，不，先上来，快，一会儿人家又找你麻烦啊。我才不怕他呢。你怎么不怕他？你打不赢他，打人家了，你干嘛？谁叫他欺负我的？我就叫他不要吃梨，看他今天吃什么。快，先回去，把这个扔了，快，先走，一会儿找你麻烦，我不管我的事啊！快点。哥哥随便坐。啊，可以，好。对了，偶像、啊，你刚刚就不用拦我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梨我都还没有，全部打下来。全部打下来。对，后面还有。后面还有、你现在已经把大部分给他打下来了，知道不？主人家就刚刚那个。一回去看他就知道是你干的，明天100%要找上门，第一个收拾的还是你。我才不乱搞，知道不？小果、要是明天他真找上门来的话，你就给我打电话啊，我来跟他讲啊。好的。你不能这么搞一扣，知道不？哦，对了，徐哥、我柴还放在路边上呢，刚刚背的那些柴。对，搞忘了。哦，对，这是我们养去了。对，没事，不用，就在家里面坐着吧。我吗？对，我背就好了。然后今晚就留在家里面吃饭吧。留在家里吃饭？对，给你做好吃的。那可以，行，那你路上慢一点啊。好，以后不能这样玩了啊。谁叫你骂人的嘛，对不对？乱搞。哎，对了，偶像，要不我给你做饭吧？你会做饭？啊。那个啃麻古做的饭都是以前是我教他的。是你教他的？对。那行，我尝一下你手艺嘛，那就。好。那你看，好。这都是小狗挖的土豆。那个米饭是怎么做的呀？快点！你不会做，回头我做吧。什么呀？我要给我的偶像做饭了，赶紧跟我说，我吃不吃什么？一碗米饭，你再泡2杯水。一碗米饭2杯水，是不是？对。早说嘛。我把米饭煮好了。米饭煮好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辛苦了啊！我看一下。不是吗？一碗米饭2杯水。怎么了？聪明，真聪明。真的、能聪明到这个地步的人，命也不长了。